彰化县长王惠美关心县级子弟兵，24日前往台中成功岭营区探视替代役训练班第230梯次一般替代役及120梯次研发替代役男，受到营区长官及受训役男热烈欢迎。我现在要提醒大家，第一个，没有那个健康的意义，什么都是假的，所以你要利用这段时间的操练，不要摸鱼，该练就练，练起来都是你自己的哈，所以把那个身体健康的意义给顾好。你后面的车子、马子、钳子、房子、车子什么什么，那个零才是你的哈，没有那个健康的一死翘翘，什么都是假的哈，所以要拜托你要先把健康给顾好。啊，你要记得你是独一无二的，你是最棒的哈，有任何的问题不要客气，县政府绝对做大家的这个 background， 一起努力好不好？好，再次的谢谢大家。王县长致赠加菜金及每人一份素食餐点，并以县长妈妈的身份殷殷叮嘱役男把握服役期间锻炼身体不碰毒，并感谢营区各级长官对彰化县及役男的照顾。公益频道黄世廷台中采访报道。